亲爱的，我对你对这久啊，我最近发现我的巴肚愈来愈大。你是有蚊虫了？这个时阵，医生非常的惊吓，目睭愈来愈大蕊，愈来愈大蕊，更加大蕊，像咱高血压。一杯 music，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发生别的。一个医生去爱着一个护士，护士爱着医生，两个人病看病了，那无病无患者的同时，中老浪胖两个都是迄落窃窃私语。有一天，这护士发现伊巴肚已经无同款了，护士讲话了：“亲爱的，我对你对这久啊，我最近发现。”我的巴肚愈来愈大。你是有蚊虫了？我演给你看来，你一直 cue 我护士。好啦好啦。你护士？那是演给看咩？我今日呢演袂落呢。护士啊，迄囡仔看到你拢哮呢，阿未看到迄注射当就哮啊。我演无声咩好看啦？好啦 ，cue 诶。护士生出来已经变伊爱倒。知啦。看落啦。这个时阵，护士感觉自己的巴肚一天一天大起来。伊歪头开嘴，就要甲医生问讲：你安怎？安怎大？安怎？伊安尼若无病人的时，伊拢甲拖去病房内底。你讲我巴肚？你是安怎搞？我将来你变哪搞拍算嘞？安尼样会无？啊！就问。麦停啦！预备，开麦啦！就是你要对我负责任啦。刚刚你把肚内底已经有我的囡仔，啊、这个时阵，医生非常的惊吓，目睭愈来愈大蕊，愈来愈大蕊，更加大蕊，像咱高血压。乌皮化，伊突然间，伊心肝头一个抓好钉，这个代志嘛是爱解决，伊就拿电话摇起来，卡好音波。喂。喂。亲爱的。啊，安娜啦。我。啊，你毋是咧看病人，哪有时间敲电话给我啊？我想要甲你讲一件代志。三八啦，要讲等下再讲嘛。但是，这个时阵，医生吞吞吐吐。吞吞吐吐，吞吞吐吐，吞吞吐吐，你是哪样的呀？你演好看啦，这是医生吞吞吐吐。你小心哦。吓啦！话嘞，这个时阵医生吞吞吐吐。安怎啦？你要讲就讲啊，你今年。这代志上好是，你来诊所就咱当面讲好了。我就等你无用，好啦，无你等我啦。剧情一个，嘿，剧情一个完演变，因某已经向着病院往往前来了。阿伯嘞，但是因公车坐唔到，坐去下一站，发现讲已经离开条病院差不多三公里，公车已经最后一班已经行路顶来。到位了。我拄啊坐过头啊，阿娜啦。我个。咱诊所的这位护士哦，你伫讲啥物哦？安娜，伊毋是你的护士？我已经给伊，你给伊心死啊！我已经给伊巴肚，伊巴肚怎啊？徐大人，今天怎么生出来了？伊也上班啦，我演啦。哦嘿啊，我用要困去呢。讲嘞，卖停啦！你手会酸未？安娜啦，安娜啦，你讲安娜，你甲酸未安啥啦？我是讲，我现在是应该承认吼，因为日久生情，你知影嘛？我知啊，咱两个就是安尼斗阵的啊。也是咱较早的代志啦。我怎么甲酸未两个干？一讲个咧干，接生有空档，我两个即马已经不多的已经有外囡仔了。这个时阵女主角甲男主角扒落。哎，你阿外国我叫我多扒。你家己讲你要演的啊？是很好看呀！别啊别啊别说啊！你把狗叫阿多啊！包嘞包嘞包嘞！哦，会听无？唱作听呢？唱那只兵。你感觉拍这个别爽？
所以太太啊，我想讲为着这查囡仔吼，伊将来嘛是要做一个拍算，咱两个离婚，我娶伊好了。你讲什么笑话啊？哈！你当初是安那约我的？我当初嫌你的鼻鼻孔大，你跟我讲安尼才舒空气，哈！我为着你的鼻孔，你知我暗时咧困，目睭拢爱磕磕无？哈！我为着你，哈！逐天等下你就跟我讲你无闲，吼！我讲吼，我足久无该来的吼，拢一直来，吼！所以你讲的是咩啦？你一个破大生命萝卜丝，你别来对起我！太太，就停了啦！我拄仔才坐过头尔，你就喘了呢。你咪叫他莫停，你咪莫停。那边位青春比迄个好甲四面埋伏啊！已经对现场拢掠讲啊！医生讲话啊！医生讲话啊！是，想起了过去，我已经了解，我对不起你，所以我来处理。什么呀？如今我无大，无可能一人传两个。学长，学长，学长，什么什么什么？学长，你看得出来，你来要创啥？出他，你别当你的。我给我安怎看啦？好，所以你也是等你的故乡好啊。我无爱啦。你创啥？这话谁心里话？谁讲话啊？什么叫做无爱？叫你早点走啦！我你今晚等你家要从哪边生囝？你哪要生我甲接生啦？好啦，是要甲留落来，啊是要甲留落来，你讲啊。我啊是要叫伊走，你叫伊走。我叫伊走。真美。这钱你摕去，你真笑诶！我是因老爸，你阁要摕钱出来一仙都无。对吼，安尼啦，我袂动诶。咱两个无缘，再见。好无。等，换啦。因为后壁迄个讲着啊。我会甲伊演哦。你走。我无爱啦。你是要写错啊？这句是我诶呢，哈？恁两个戆查某去争夺一个嘴手比头毛较侪人。阿好，这個、故事甲恁讲，千万外口闹小三，啪啪过来一个，掌声鼓励。哇，伊个不离阿粗嘞。哎呦，阿你真正跪落哟。哎呦，可怜。哎呦，无啥事啦。等于乌青啦。吹暖风我咧就热。喂，谢谢你啦哈。谢谢。啊，真不易。谢谢大哥啦。喂，你起来呀。不是，我起来。这部应该当时你都拢袂使停，一直叫。哎呀，这以后这。你乐队还有滚。按下订阅。打开小铃铛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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